麦饭青蛙，大家好，我是大头阿 Kit。嗨，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里安。恭喜韦里安发了这张英文专辑，叫做《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因为呢，这张专辑是一个念外文系的孩子的梦想。那它会不会是唯一的一张英文专辑呢？在做之前，其实不太知道说做英文专辑大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但是到目前为止 ，feedback 都还不错，所以也就更确定说，以后一定会继续做英文的专辑。我本来想的是，我要不要以后就都只做英文专辑，就不做中文这样？对，真的、啊？没错。然后有很大的 oppose， 就是 no， 还是要有中文的哦。就很好奇了，中文歌曲的韦里安跟英文歌曲的韦里安，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韦里安？应该最真实的韦里安是马来语的韦里安。你可以讲韦。可当姑姑，阿德欧朗可当姑姑。Roti canai, roti pisang。是是是，而且我知道说你这一首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的时候，这首歌是周公报梦赐给你的唱作。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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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在睡觉，在我就是梦到这首歌，我就是梦到我自己在一个 pavement， 在一个人行道，很清楚记得是普街的一个姿势，就是脸这样脸在人行道上面，然后再哼这首歌的副歌，然后那个人行道的旁边是一个篮球场，穿着球衣打篮球的人这样跑过来说，这首歌超 chill 哎，我觉得应该是周公他在打篮球。他讲完以后，我就立刻惊醒，天，我赶快把这记录下来，然后就去厕所拿手机把它录，我都起来了，我赶快把这首歌做一下，然后就去电脑上面就做，就弄成一个demo。 我觉得周公就是希望我做这张专辑给大家听。So， 我之前有在一个访问的时候听过你讲这些，可能说就是在这个歌曲里头的一些词语啊，很如果是由瘦子去唱这个风格的话，是很 make sense 的。就想象自己是瘦子啊，我在散发我的 hormones， 那样。反正就是英文专辑，我觉得可以把自己比较内一面的东西拿出来，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怎么把它做的 convincing？ 当然，在唱的时候就要想象。那这张专辑就是集合了说，就是很洒脱啊、逞强啊、性感啊、不畏惧啊这些歌词。那爱情里头的韦里安是不是都经历过？还是他你其实是那种收集了很多朋友的故事，然后把它写在里面？都有了。创作一定很难全部都是自己的经历，因为你也才活这样子的人生。真的要到那么丰富也很难啊，不是每个人都跟瘦子一样。好，那接下来跟韦里安来玩一个小游戏，毕竟你是一个外语天才嘛，对不对？你刚刚说你是马来外语天才，接下来我会念一段就是已经翻译了的那个歌词，然后你来猜一下这是哪一首歌曲。 Gadis saya akan memberi tahu anda bahawa saya lebih sedar apabila saya mabuk. Saya akan menghubungi andahanya untuk memberitahu anda saya tidak peduli。 我乱猜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Is it？ 你怎么会这么厉害？你是乱猜，你真的乱猜，还是你有什么蛛丝马迹？因为我一直听到塞呀塞呀塞呀，然后我在想说哪一首歌有一直重复唱某一个单字之类的。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而且又歌词那么多。 OK， 下一题我们换另外一种语言。 OK， 女孩你必须放手，放手啦，我们会好似瀑布一样失去控制。女孩，我们只是一个错误，因为你不是我的类型。哦，我知道我知道 typo 啊。对，而且中间有一个你不是我的什么 you're not my type， 我是我的类型。 Girl you gotta let it go， let it go， we'll lose controlLike waterfalls, girl, we just a typo. Cause you ain't my type, no. We can have some fun, yeah. But I'm gonna break your heart like she broke mine. Yeah. Okay, 好，来下一题。Selamatkan saya dari kenangan sialan ini. Pukul saya supaya saya boleh melepaskan diri. Adakah benar anda lebih baik tanpa saya? Biarkan saya berkeping-keping. Oh, happy. 一样是副歌很多歌词嘛，然后一片一片。In pieces, in pieces。 下一个我要请出我的同事了。 OK， 他会讲一段这个客家话。人家的爱情好难得到，听到吗？当你试图靠在还债的时候，额外一百
压挨两败，如果挨所有一条固托嘅夜晚，另一条仲冇发送嘅消息，另一集伪装嘅刻意。你其实我听第一句的时候，我就猜出来，廉价的爱情，一白两白 ，for me once, for me twice， 耶、yeah ！棒，哎、欸，真的没有东西可以难倒你耶！啊，那再一次的一定要跟大家说，大大力的推荐，还有支持维利安的这张英文专辑《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OK， 真的是非常的赞，里头有很多很多很棒，或者是可以感受到另外一面的维利安。再一次的谢谢维利安，谢谢。谢谢，谢谢阿弟，谢谢。